今天咱家是吃云南美食，今天得做米线，我还买了点竹筒饭啊，把米线的汤底给熬出来。料不用放太多，放点胡椒粉、料酒、生姜，大概这些就可以了。煮一个乳料，煮个鸡蛋，还有那个牛肉煮熟了，我再卤一下。姜片、胡椒粉、黄糖少许、牛肉粉、料酒，这是老抽，上色用的。酱油、香叶、桂皮、八角，来一颗，大概这就可以了哈。我们把这个血沫子都给捞出来。煮肉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血沫子勤快的把它捞出来，这样的话它不会有那种腥味了。牛骨汤粉，我看了一下配料表，挺干净的，就放点这个，就充当一下牛骨吧啊。继续熬煮，咱这个牛汤啊要喝的鲜味，那必须得放萝卜啊，白萝卜，这样的话汤就非常非常的鲜了。快三筷子啊，继续煮，来一勺猪油，来一勺豆瓣酱啊，香辣酱啊，香辣酱也要来一勺，黄糖、胡椒粉、辣椒粉啊，酸菜、酱油、蚝油、牛肉汤啊，再来点辣椒粉，再来一勺汤，两勺。最后啊，给它撒点葱花。这放到米线汤面里面，那能不爽吗？把这个淀粉都给洗掉了。豆腐丝、海带丝、酱牛肉，再来个卤蛋啊，配上这个米线。中间那粒汤面，哇，这样子吃的，好吃吗？跟餐点打工打工麦，还有竹子的那个清香，来，金总，给你尝尝，好香啊，有点硬，好香啊，我想快点吃爆了。你买一个，我不要。哦，之前那个。爸爸那个有点硬，这个好像是第一个做的吧。嗯，又有点没那些。云南，不是云南，是云南，云南嘛。嗯。这里面这个红红的是什么呀？大枣吧。嗯。嗯，很酸的。我看。尝尝。我这个甜甜的。我这个甜甜的。给我一下。嗯。这个是云南米线，嗯，这个好吃，有咸的吧？嗯，咸咸的你吃，给我一半吧。啊，上面，嗯，你这个是腊肠中间，所以咸咸的。嗯，你好吃哦。嗯，熟辣硬都行，这个竹子的。那个东西，再给我一个，紫色的啊，挺好吃的。你先别掰，我吃不下了。你看，这属于傣族的，嗯，云南那边少数民族也多，嗯，很多。云南的少数民族总有结满人的嘛。啊，不懂装懂。爸爸，这竹子做的是买的吗？嗯，买的。嗯，面怎么越来越多呢？嗯，拿小蘸啊。爸爸说不好吃就越来越多。这个甜甜的像那个。咸咸的一样软就好。
盘都不得少，就盘人了。嗯，对、嗯，准备的得了。我们先炒吃。嗯。米线、米粉好像一样吧？嗯，饱了。你摸摸个手。这个吃了你那边几个，然后这个吃了。嗯，俺们工地的没人呢。好了，去吧。哎。这乳汁做的好吃啊，嗯，老坛酸菜，嗯，怎么香？骨汤。你个菜的真明白。嗯。没有，买什么种这个大干呢？嗯，就是那个粽子嘞，粽子。对，是大概几个么个袋的吗？粽子是用竹叶做的，这是直接用竹子做的。可你看。折半呢？折半，折半不给。哎，我么折半那个么个都。它、这个我看说明书啊，它直接用炭火烤一下也好吃。嗯，越来越淡了。嗯，骨头都有淡。嗯，好，来吧，开始。这回又是谁呢？我们倒的呀。山东，山东，还有个米饭，还有米饭。嗯。点击关注，上留言。好啦，我们每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